村民打算在沼泽地围剿一只木乃伊，他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。导演却突然喊了声“卡”，感觉场景少了点烟雾，无奈下令待会重拍。现在到了晚饭时间，哈罗德被员工拉了上来，他的腿部绑了夹板，行走不便，工作结束前也没法吃饭。随后走进房车内休息，凌晨三点继续拍摄。导演看了眼夫妻俩的照片，疑惑他什么时候生。哈罗德费劲的比划，大概两周。可惜他不能亲眼过来看看这里的气氛实在怪异，包括沼泽地的传说，导演却表示是真的。他不由愣在原地。 Legend has it, years ago,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, there was this traveling gypsy carnival, and they had this real money. 那是名为拉明卡的埃及邪王，在一个夜晚突然复活，接着履行临死前的承诺，重生徘徊在他们身处的沼泽地里。哈罗德笑得喘不上气，并不相信真有木乃伊。也就是这时，女人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她的妻子提前分娩了。 就在附近的格里德里医院，哈罗德顿时坐不住了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便迅速跳进车子赶过去，完全忘了身上的衣服没换。毕竟是他第一个孩子，这么激动也无可厚非。哈罗德想尽快陪伴在妻子身边，车子却刚好没油了。他没时间过多抱怨，费劲推着车到最近的加油站，接着跑到窗边拉下手刹，嘴上招呼老板加点油。但他正看着恐怖电影，一时半会抽不开身。哈罗德急得自己加油，突然记起身上没带钱，老板下意识往外看去，一个木乃伊出现在眼前。 简直和电视里一模一样。哈罗德还想表示歉意，能不能先赊一下账？伸手的动作过于惊悚，老板人直接吓傻了，根本没给他解释的机会，迅速把大门锁上。<noise> 见对方不愿交谈，他索性放弃赊账的想法。等老板缓过神时，他发现木乃伊已经不见了。路上，哈罗德反应过来，自己这衣服还没换，差点撞上镜头的小山。距离格里德利六英里，路牌被风吹得不停旋转。 他不知道哪边才正确。也就是这时，一辆车开了过来，哈罗德连忙下车招手呼救。威力满脸不敢置信，急忙唤醒身旁的同事。他们遇到了埃及邪王拉明卡，吓得直接开车撞了上去。哈罗德反应迅速，翻身躲，以为对方没注意到自己，关心的询问是否没事。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见木乃伊快速逼近，连忙扣动了扳机。哈罗德见状赶紧跑路，怒斥他们想谋杀自己。此时村民吵得不可开交，极力描述目击的生物。 He come out of my TV and he started guzzling down u n l e t it. It weren't none of those things. It was raw a n d c a u g h The mummy. 众人闻言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就能解释最近的怪事。空气里弥漫着奇怪的味道。男人自家母鸡不再下蛋，邻居的奶牛挤不出牛奶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该如何应对死过的一次木乃伊？老头开始发表意见。他小时候见过拉明卡，动物和庄稼被大肆破坏，却没有办法对付他。 最终解决方案是搬走，但众人并不想这么做。威力提议每个人拿起武器，把木乃伊送回十八层地狱里。女人急忙起身反驳，指责他们太过残忍。或许对方并非是有害的，只是不小心迷路了。众人顿时冷静思考起来，直到威力高呼冲锋，是要把木乃伊给拿下。此时哈罗德走到一处沼泽地，疑惑同事们都哪去了，发现远处急速驶来车辆，他察觉到来者不善，又没法沟通，只能先选择躲起来。眼前却突然亮起灯光，老头问他是不是迷路了。哈罗德模糊的回应：没错。 接着便被招呼进来。老头眼睛虽然瞎了，但为人甚是热情，很快给他倒了杯热茶，却意外摸到了绷带，整个人无比震惊，连忙用手摸了摸脑袋。老头吓得连连后退，颤抖取出胸前的吊坠，不停念叨着拉明卡。哈罗德听得满头雾水，只见他径直往房间走去，想要打开棺材确认。拉明卡直接被唤醒，哈罗德惊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传说是真的。他急忙拐着腿往外跑，在狂奔了好一阵后，哈罗德正想休息一下，不料是招回头杀。 只好转头跑进墓地，发现面前是条死路。但好消息是，远处的亮光就是格里德利。<laughs> 拉明卡看得一脸懵逼，搞不懂对方耍什么花招。哈罗德却来了招回旋腿，一脚把他踢到坑里，随即便没了动静。这时，两名盗墓贼走了进来，哈罗德赶紧躲到一旁。 装成一具死去的骷髅，男孩显然是第一次干，手电筒很容易被发现。男人将其打落到坑中，训斥他要专业一点，想要展示顶级盗墓。拉明卡捡起手电，举起，男人下意识说了声谢谢，又反应过来不对劲，吓得他们转身就跑。哈罗德快步跟了上去，发现摩托车没被开走，感叹终于时来运转。可却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他迎面撞上追杀的村民，哈罗德已经来不及解释，一溜烟启动车子跑路，却一头扎进了沼泽地，车辆进水没法再启动，村民齐齐将他包围，眼见无数枪口瞄准自己。 哈罗德连忙举手投降。<laughs> 众人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，随即决定对他执行私刑。兴奋终于捉到了拉明卡，哈罗德彻底绷不住了，解释真正的木乃伊在身后，拿着手电筒晃悠的那个。可威力根本不听，正要下令把他吊死，女人拉着小男孩走了过来，安抚众人冷静一下，表示应该给孩子树立榜样，让他判断木乃伊的好坏。Maybe there are good m m m i e s and bad m m m i e s you look like a good one. I am. I am a good moment. I p r o u g h t I am. Of course, you could be a bad one. No, no. 小男孩提议吊死以防万一，哈罗德怒斥不公平，但威力已经动手拍打，连人带马冲了出去。原来是绳子并没有系紧，威力怒吼，赶紧追上去。哈罗德临时改走小道，众人只能掉头走高速公路。他终于赶到了医院。 顺手把马捆在助行架上，留下满脸惊愕的老人，接着一瘸一拐的走进去。前台护士临时离开，医生忙着处理事务，哈罗德只能自己去找妻子。他挨个推开房门是错，保安连忙冲过来阻拦，被枪指着离开医院。但村民已经追到门口，就在他进退两难时，医生突然推着车出来。哈罗德转头看到虚弱的妻子。You know this thing? Yes, 这是父女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很快哭出了声。哈罗德的眼里满是温柔。村民见状惊讶不已，看来古人说的没错，做爸爸永远不嫌迟。妻子疑惑怎么这么久？哈罗德不由看了眼时间，剧组已经开始拍摄了。拉明卡转悠着到了片场，导演还以为他不来了，连忙吩咐众人开拍。在一阵枪声响起后，他们成功一遍拍完。导演连连夸赞他的演技，简直就像真的木乃伊一样。亲自帮忙解下头上的绷带，拉明卡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。